心，别太沉迷于岁月静好一片安逸。当暴风降临，被扰乱的情绪，让我们认清现实中隐藏的秘密。生如镜，有谁来拯救受困的心？提心跳回忆，睁开眼睛当有被提醒，生活毕竟还是得继续，时间不会为谁暂停，哪里跌落从哪里爬起，收拾好最糟糕的心情，准备重新去解读生命和之中隐藏的秘密。若坚定，下次旅途沉迷于岁月静好一片。